娘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你已经跟我说了三天了，我也想明白了。嫁人就嫁人吧。那好，你想嫁给什么人？嫁给什么人，能由得了我吗？你一直在提钱。就嫁个有钱人吧。嫁有钱人，可是当小老婆。 当小老婆，就当小老婆。女人不就这么回事吗？